飞机场真的，我这天天楼上头顶上有飞机，你看，能看见飞机吗？点点关注啊，兄弟们，点点关注。户外的主播能请看，请你们看主播好吗？不要看后面背景，我引导你们，你们再看，你们先别看，看看我。又到我的时间接档了啊！大家点点关注啊，每次都会来奖金，关注送爱心啊，送鲜花。我去跳舞啊！飞机场，不知道的以为还说我呢。Oh
这大风也太大了，好像没给我刮跑了。幸好今天换了，我的电脑是不是都晃了？哎呦，我离得远了，看不见。谢谢刷礼物的哥哥，谢谢。赶紧回家吧，冷倒是不太冷。这是什么功法？让我想一想啊。快要下雨了，快要下雨了。别老看飞机，你们看看我这一天真烦人。来上就有三容易吗？你们都不认看我，点点关注啊，兄弟们。今天有那个又下雨，所以我特意找了一个亭子，没有去公园，跟我那些大爷们天天见面啊，那大爷们都想我了，两天没有去了。有现在我们搜一下心啊，电脑用户右下角，直播是控制我哥一下，手机用户左上角，金黄色爱心点亮，谢谢你们。七分多钟来得及，我来一个，我那个红头纱真的没有找到，没有拿来。洗完我忘记放哪里了，那我给他们跳，给大家跳一个等待吧，好吧。这个是也是我为了比赛那个时候编的一个，有一点点的伤感啊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别攻击我就好，不要攻击我就行。
还行吗？觉得还行的，觉得哎呀，我的膝盖好磕坏了。这个是有一点点情绪的，我不希望没把那个气氛带得有点尴尬，属实是不是有一点点尴尬？我希望你用嘴唇。啊，膝盖好痛啊，膝盖，因为这个地方嘛，它有一点点小。那有一点点小，我平时跳舞的话，它比较面积比较大，所以我就一跳的能乱，哪里都飞。不要看飞机，那属实太尴尬了，你们都没人看我。点点关注吧，兄弟们啊！还有一分钟时间我就下去了，明天同一时间我要再来不？点点关注啊！啊，好累啊！谢谢刷礼物哥，谢谢。曼曼，不好意思，我把这个气氛带的有点给你低，我不应该跳这个，下回我这个不在那个九九三跳了，不太好，没必要你们看哭了，没有人攻击我，还好，稍微好一点点，还好一点点，没有人攻击我，等我找个音乐，点点关注啊，点点关注啊，兄弟们点关注啦、啊！啊，膝盖好痛啊，啊，膝盖磕坏了，没事，都是这样，没事，还二十多秒我就下去了，点点关注，兄弟们。电脑一会儿右下角，手机会左上角，谢谢你们。